这个侦查当中，他也监听到电话，也没有啊啊，这个监听到这个现场哦，涉及啊这个诈领保险金的这个事实哦，这个都有这个监听票可以证明哦，这个都有监听票都可以证明。那这个监听票里面写的很清楚，杀人，这个监听的这个案由是杀人，那监听的结果呢是无，哦，完全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完全都没有证据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法院啊，严立审怎么判呢？他说啊，这个案件哦，完全啊都没有这个证据的。没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啊，这个死者是李宪章等人所加害，哦，但是这个李宪章啊，在民国1996年的时候哦，他有庞大的债务危机，所以啊，他有将这个人送到中国去害死，然后在台湾诈领保险金的这个动机。各位，现在我讲这一段哦，这个是法官捏造的，法官为什么捏造？在这里哦，可以证明。这个原审的判决书第75页，他写的很清楚，这一段就是刚才我讲那一段，哦，他说这个案件哦是没有直接证据哦可以证明李宪章杀害这个死者前后啊，这个在台湾诈领保险金，但是他有这个96年啊，有庞大的债务危机，所以有他有诈领保险金的动机哦，这个是本案的唯一啊这个判决的这个理由啦哦。那么其实啊，这一部分李宪章的这个所谓啊这个庞大债务危机是法官捏造的。怎么证明呢？从这个财团法人啊，进入这个联合计征计征中心哦，我们去调他的资料。这个在案件里面哦也有，他写的很清楚。这个宪章啊，96年间啊，他经营哦这个不动产生意，他向银行啊来贷款，每一笔土地哦，每一笔贷款哦都有实质的担保，这来这哦。下个做行政，他从来啊没有欠银行一毛钱，没有逾期交本息，所以哦从这里可以证明啊，他本来不缺钱嘛，他的这个财产啊都有负债哦，你看这个都可以证明，所以这一段呢是法官严立审这个法官哦啊捏造了，这可以证明。那么另外啊啊刚才哦我们。所讲哦，可能也有啊。讲这个案件哦，一审无证据，二审嘛是无证据，伊为了照抄一审的这个判决书了哦，所以二审呢，大概判决过程呢，二审大概判决过程呢，还是从一审来了就对了，叫一审捏造了一份证据哦来判决。那么这个二审呢，改判16年嘛哦，第一审无期，第二审16年。基本上各一审能够改判无期的哦，但是改判无期啊，他这个判决为什么是不正确的？因为啊，这个法官林根栋啊，这里啊，这他自己讲的，这个是他第二类成本，我本人去调出来的哦。他用他的太太那个骆淑金哦的名义啊哦，来这个买一个房子，就是民国12年他接这个案子的哦。那民国12年9月接这个案子之前的民国12年7月30日哦，他就买一套，买一间房地，那个用他的太太买的，在中和啊，中小街附近。那么他这一间房，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向这个国泰哦，这个贷款啊1400万。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国泰人寿哦检举的。所以啊，在这个本案啊，这个林法官为什么会推翻这个严二审的这个16年的判决，加重到无期？那就是对价关系，他拿国泰的钱哦，这个铁证如山哦，从这个法官法说以出
官伦理规范第八条写得很清楚，法官不可以接受当事案件关系人的这个馈赠或其他的利益，非常的清楚。那么今天啊，这个法官林根栋受命法官呢，他向国泰人寿借1400万呢，国泰就是关系人，他向国泰拿这一笔钱哦，他就是可能啊，就是可能有对价关系，有对价关系，刚讲贪污啊，这个部分是林根栋的部分。那么受那个赵文清这个审判长，这今天这个法官呢，他也有脱不了关系。哎，为什么？根据法官伦理规范第26条的这个规定啊，啊，法官审案的时候发现同僚、哦、有不法的时候啊，他也应该用上级通报。那对于这一部分呢，我本人也替这个李县长呢写状子哦，要求啊这个审判长赵文清要依照这个26条的规定哦向上级通报，但赵文清哦置之不理哦，所以他们这个都一捧出去，他们啊是联合啊要来研判李县长会长的这个清楚哦。那么注意这个案件的这个铸造构成呢，他们是以不法的手段哦，以不法的手段哦来铸造。所谓不法手段呢，就是刑求啊，刑求哦，这个刑求啊，这个我讲的清楚。这个他用绳子哦，用在绳啊哦。你来，好，安尼，麦叮当，麦叮当，你这连续的，好啦，应该是袂得意啦，免找啦。你坐安尼好啊，你好好看，你刚刚关键对。你个关键是要有力量，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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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这个迄条我给提拔掉了哦。这位评委队来。这精神光碟。啊？精神光碟，警察的访问过程，先从记者一人一张而已啦。应该有啦，记者一人一张而已。所以安排吼，叫迄种吼，迄个立委各家开一届正式记者会啦。这安尼，这晚判安收八分啦。记者，记者，记者，来来来。啊，这个是一张而已。再开一次正式的记者会了。我在今麦的，你像这吼，因迄一天1997年3月28日哦，警询问询问之后了哦，再押回哦，这个树林地检署哦，树林地检署复讯的时候啊，连这个检察官哦都违法命令啊，这个刑警在这个侦查庭里面。监视哦，这个被告的硬性，这个是违反哦侦查不公开245条，写得很清楚。他们啊知法犯法，所以从他们的这个知法犯法当中呢，这可以证明啊啊这件案件是，我这是证明蓄意啊编排的这一个案件。证明啊，谢谢。那我看到他抢完就这样子。可以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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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看，好，你看你这是20，现在要变50。现在吴奇怕前面怕他讲，怕他讲，怕他讲，就今天宣判的结果就是你好，今天这个宣判的结果吼，从严二型原理性哦，该判26年，该判这样无期徒刑哦，这最主要就是法官林根栋哦。